风险投资公司用一大笔钱挖走我的首席武器研究员，人往高处去，我不怪他跳槽，但还是必须请你杀了他，没问题吧？别催我，我还在看授权说明书。我们会被杀死。我好热好热。等等，我应该要加购延长保固吗？笨蛋，延长保固一点用也没有。风险投资公司感谢您的光顾，您购买的是高级重疾组合包，请好好享受。启动系统，开始重疾。高系统，错误，退避功能，故障。事情做好，就用更猛的炸药。应该要有危险。今天，你们这群草包，知道自己害我损失多少资产吗？你只配被我踩在脚下，应该加工弹射逃生座椅。Thank you.